我要你。我咧係2000年參加新秀歌唱大賽，咁當然嗰陣時咧就體力好啲啦嚇，即係能夠承受多啲壓力啦。我諗係我爸爸係一個推動力咯嚇，即係叫我嚟參賽。我冇反駁啊，係啊。我嗰個啱㗎，即係中意喺個廁所裏面唱歌嘅，咁所以即係總之我可以係做到我喺廁所裏面做到嘅嘢就得啦。